者林心若台北报道，全联首度入驻校园，第一家开在校园里的新庄辅大店18/4正式开幕。全联希望借由辅大师生的专业提供经营管理上建议，同时也可借由参与全联门市的运作，增加辅大学生在学术创新上的实作经验，达到辅大与全联相辅相成的目的。过去全联缺乏在校园商圈的经营经验，借由新庄辅大店作为全联未来自商品与经营策略参考依据，例如因住宿学生的需求，辅大店也特别导入智能装置，方便学生购买与取货以及处理日常事务。另外也首度采用 Paper 机器人提供商品介绍等创新服务。全联为了增进门市的服务，除辅大之外也与北中南约16家学校进行产学合作，借以学成讲座及门市的实习方式进行合作，借由授课、案例研讨和实务实习，让同学学以致用，并希望能直接引进更多优秀人才。全联在辅大开店，辅大项目组颁发祝福牌匾给全联董事长林敏雄，中全联提供药安康药局，主要提供处方间 OTC 药品、成药与保健品贩售，民众可以吃处方间到辅大店的药局取药。全联提供全联智能装置线上预定货物，智能一站到柜取货至手柜，加上门市既有的线下体验，完美结合线上线下零售。全联提供